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哒哒哒滴哒。咁啊，我哋又喺呢、這个吓、啊、第三次啦，我哋就讲呢个嘅共产党嘅丢假事迹啊。有一份咁嘅，佢哋啲媒体又丢人假嘅。系，我发觉甚至有啲失控添，我觉得。系，我都有啲失控添。嗯。你而家睇嗰啲咩《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正常啲，因為始終官方後事，真係叫真正官方後事。係嗰份《二拉布環球時報》啊，咁你搞乜嘅呢單嘢？依份嘢係佢日日丟假嘅，係佢日咧嗰啲俾香港俾大啲粉青睇。嗯最好笑嗰時，銅鑼灣書店嗰單嘢，係整嗰啲話啲組織規避法律，嗯，嗰啲強力部門。有啲係咪即係認咗咧？係咯，你又好似整住官方嘅機構，跟住之後咧，胡世俊之後可能同人講咧，就話自己唔代表官方。係，我講俾你聽咧，你估我哋，你估我呢度，我哋坐喺度，唔知個世界上有啲叫有啲強力部門。係，使乜你講啫？使乜你講嘅？使乜你講嗰次俾人聽啊？係啊。嗯。使乜唔使你講係嘛？嗯。啊！即係你講，即係你話 Q 俾人聽呢單嘢咧，就我哋強力部門規避法律去做嘅，係咪咁嘅意思先？你即係咁樣嘅意思先？係啊，呢啲係唔使講俾人聽噶嘛。係啦、啊，即係你有打飛機，你使唔使周圍同人講話我打飛機咧？係啦、啊，一樣，好簡單，講強力部門咯，嗬。係。美國的國土安全部和 CIA 是不是強力部門？絕對是啊， CIA 和 FBI 都是老老實實。嗯，人家應該大張旗鼓走去大羅大鼓走去跟人說說我這個強力部門規避法律、嗯、捉 Q 了拉登去捉 Q 了奧馬爾去，這些事情是不說的，是不 Q 講的嘛，是不會拿來耀武揚威的，只能做不能講的嘛。你看奧巴馬有沒有拿出來威，是啊，是不會的嘛。跟住 KGB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俄斯有份報紙叫做什麼報啊，那份叫做啊，他那份豬報什麼名字官爺咁叫做其實做冇冇冇規避法律，喺英國好似懟死 Q 咗個叛亂分子，係嗰個叛徒，用炭疽菌，係啦，撲死咗佢㗎，會唔會咁講㗎？係唔會㗎嘛，係咯，咁你搞乜？嗯，喺度講完有咩益先？係。咁我一頭霧水，搞到我都我一頭霧水。大佬，我本來咧都搞唔，本來咧都諗到都搞唔清，都有少少搞唔清呢件事噶啦。而家你搞到我更加搞唔清呢件事係咩事。嗯。你搞咁添複雜，因為喺你把度講嘅，喺你半官方機構講嘅咁好笑呢份咁嘅報紙，真係笑死人真係，唉真係。跟住咧，而家走去咧，就同你個老婆就鬧你個老婆哦，跟住咧又話你點樣打贏人哋。老實講，美國佬幾時啊？有冇一日走去周圍同人哋講話人話佢點樣可以打贏你啊？有冇啊？冇噶嘛，佢永遠做嗰樣嘢啊，講多樣嘢添啊，咩報告嗰啲啊？成日都講一樣嘢，哇死咯！佢嗰個 XR 二式搞咁 Q 多嘢，隨時我搞唔掂噶噃。咪一時時係調 Q 轉噶嘛。咪咁公平啲講，咁美國佬嗰啲報告咧都係一樣嘅，有時咧就渲染中國威脅論。係啦。有啲時候咧就中國冇 Q 威脅論。係啦。佢美國佬都有成咁嘅。唔係美國佬喺軍事上面咧，佢永遠咧都講咧係有威脅嘅。不過大家都明㗎啦。係啊。即係佢一定講你有威脅嘅，佢一定講你威脅先嘅個原則上面。人哋點解要咁講你？人哋要咁講啊，係啊，要 alert 自己嘅國民啊，係咁嘅威脅喺度啊嘛。佢係世界第一強國啊嘛。佢 alert 自己啊嘛。唔可以怠慢啊嘛。
即係驚你真係打過嚟噶嘛。嗯嗯，或者你喺亞洲上面啊 ，vio 嚟到佢哋嘅利益啊嘛。嗯嗯，人哋咁樣噶嘛，你又唔係，你日日覺得自己好打贏人哋咁會。嗯哼，咩咁嘅事嘅咧？我未見過。啊除了我想想以前除了日本人之外日本打二戰之外或者希特拉打二戰之外有些這樣的事之外好像沒見過嗯是咯那最後他兩個結局是怎樣你都明白是嗎是啊是跟住又說打贏誰又說打贏小日本我還沒搞什麼、嗯、你打得贏你使同人使周圍講的嗎喂大佬 嗯你打得贏呢就打給我看是啊打贏就打給我看你就不要講俾你嘅，你幾好打？我夠話我好打啦。係咯，我夠話我好打啦，係咪先？嗯，真係奇怪嘅呢份咁嘅嘢。睇呢份咁嘅嘢近期啊，阿波嗰單嘢啊，李波同埋李波嗰單嘢啊，同阿孫嗰間嘢啊，連續兩日啲文啊，一篇咗一登咗出嚟啊，即刻俾人刪咗啊。睇下呢份報紙啊，我睇有啲事發生啊，應該冇運行啊，睇佢。嗯，因為以前有個亂 Q 咁吹噶嘛，而家一登即刪啊嘛。係啊，咁即係咧有人插隻手埋去啦。睇嚟咧呢份嘢咧都應該好快收皮嘅。嗯哼，係啦，你都諗到噶啦。睇住先啦，睇住先啦，係啦。因為唔正常噶嘛，你連續兩日都係咁啊嘛。嗯哼，係好易收皮嘅啫。啊，係啊。咁啊，講翻而家整個地緣政治形勢啦。嗯哼，嗱，成日講。中俄同盟，其實咧，中俄同盟咧係中國有點一廂情願。俄羅斯佬一個獨立獨行嘅北極熊，佢同你同盟，你信唔信？你信唔信？好簡單嘅啫。喂，喺歷史上咧，俄國佬不嬲都係獨立獨行噶啦。係啦，即係你信佢係同你真心朋友咧，就係你戇居。咪係咯，老實講，如果萬一啊，喺亞洲周邊戰爭啊，周邊發生戰爭啊，你同美國佬咁計啊，有啲小型嘅戰爭發生啊，我保證俄羅斯一定唔幫你。係，就係白唔知添。我保證啊。係。係啊。嗰時啊，你啊真係以為一廂情願啊，人哋採你都生芒果啊。係啊，老實講，肥仔金啊，再講肥仔金啊，你而家好話唔好聽啊，你而家接濟緊佢嘅啫。嗯好話唔好聽啊，如果真係有咩事起上嚟嘅，肥仔金第一個唔係打美國，唔係打南韓啊，打中國，係打中國。嗯嗯嗯嗯，你點自處啊？嗯，你有冇度過呢條數啊？肥仔金不是盲目來的、你看到他的行為盲目而已他肯定沒有盲目一個接受西方教育的人不會盲目得去哪裡、你以為 他的政權受威脅的時候他真的會跟你他跟每個人死過、第一個找你老親先當然是想都想到、所以你還幫肥仔金肥仔金真的踢你一腳隨時小小心、養狼狗咬春袋是啊小小心啊始終他們搞黨內政治鬥爭就搞到爐火純青中國人揼中國人搞到爐火純青但一搞到外人呢就大 Q 鑊㗎喜歡窩裏鬥是啊他窩裏鬥人很精神話齋是啊他窩裏鬥很精神但一搞到好話不好聽呢真的呢要跟你死過的時候呢就真的一片混亂的啊！而家我哋見到個情形都係咁樣噶，係啊，同埋咧有啲亞洲國家，譬如你印巴啲國家咧，嗰啲國家咧，表面上佢係不斷咁揾你著數，佢本身不斷咁揾你著數，佢哋如果計起條數咧，到有咩事發生咧，佢哋係一定會走向繩嗰邊，梗係啦，一定走向美國嗰邊嘅，仲有啊，有啲國家。他有一件事搞錯了人家窮你用錢可以幫他但呢他不會因為你因為窮呢而夾硬出賣那些尊嚴國家尊嚴因為呢這些國家窮還窮但他有一個國家尊嚴呢他寧願捱窮呢
佢哋冇犯開咧，佢都維護國家尊嚴嘅嗰啲國家，就唔會養人避色，唔會咁樣嘅，唔會去中國人咁樣嘅。中國人會做漢奸，中國人做漢奸，以為其他人都會做漢奸，未必嘅。嗯哼，係啊，係啊，唔好搞錯啊。嚇，所以同埋對周邊國家嗰種感，即係嗰種嘅。嘅態度咧，其實真係有啲嘢就係佢歷年嚟咧，即係中意啲天朝大國洗腦嘅。係啊，天朝大國心態，個個信以為真嘅，個個信以為真啊嘛。即係覺得個個即係四方來朝嘅嘛。四方來朝啊嘛，有錢就搞掂啊嘛，係啊，四方來朝有錢就搞掂啊嘛，當正理所當然一樣。嗰啲國家係唔會嘅，唔係得菲律賓喺南海度同你玩嘢啊，係啊，你擺 Q 未同你玩嘢㗎。又點解國際仲裁法庭要咁樣做？你點解啊？佢望你唔答辯啊！判咁快判咗菲律賓咯。佢判佢有咩好處判咗俾佢啊？嗱，好簡單個道理，簡單。最好嚟唔嚟？嗱，但如果你唔去抗辯，嗯哼，人哋咧，即係好似我哋，譬如打場官司，我傾個支筆係我嘅，跟住咧，你攞咗支筆去，你話係你嘅，跟住我走去告 Q 你，你又唔攞翻支筆出嚟，跟住又答，跟住咧就咧唔去答辯，又唔俾資料，又唔交資料，個法庭判 Q 咗俾我，冇啊！你可以出出嚟，你可以唔嚟，你唔嚟啊！你缺席聆訊，跟住然之後咧，我偷 Q 咗你支筆，我偷翻你支筆翻嚟，我偷添唔要，係啦，我偷翻你支筆翻嚟，你就不能傾我偷你支筆噶啦嘛，係啊，係咪先？嗯。即係咁嘅情形啦。如果萬一呢單嘢個正確判決係 favors for 菲律賓，嗯，咁人哋菲律賓個總統坐飛機，登陸嗰個島，你係咪揾軍艦捉 Q 咗佢？係，或者射跳咗戰機落嚟，射咗嗰個航班落嚟啊？嚇！到時你假都丟青啊！人哋而家用利用呢一樣嘢整個判決 favor 佢自己，跟住利用國際輿論嚟壓你，跟住然之後咧佢再做一啲行為，令到你喺你嘅人民面前丟假，仲唔知人哋個後著嚟㗎？啊！人哋唔係因為個主權㗎。老實講，嗰個係一個爭拗嘅主權。即係你又整啲攬過去，佢又整啲攬過去，除咗你打起上嚟嘅啫。如果唔係咧，永遠都拗唔掂噶。人哋特登咁做噶。冇啊，即係穿來插去，睇你諗住點咯。係啊，人哋菲律賓特登咁做噶。係啊，你跟住就跟住學美國佬，就退出國際海洋公約。係，你退出啱，都得。但係人哋係擺明個後著，人哋利用咗一樣嘢作一個後著啊嘛。在度耀武揚威啊嘛，到時啊，佢羞辱佢係不斷咁羞辱你啊嘛。你要記住，菲律賓嗰啲啊，個菲律賓呢啲咧玩國際政治、地緣政治問題咧，佢玩國際政治玩到爐火純青噶，特登咁做噶。係啊，你要記住，仲有啲印度啲國家本身咧，佢哋玩政治咧，佢係玩賴皮政治噶。非常賴皮噶。無賴嘅方法對待。佢無賴嘅方法對你噶。你唔係得個講字得㗎，你日日喺度講係你嘅主權乜乜乜乜乜乜，你夠姜就揼柒，你夠姜就真係揼柒佢㗎咋，係啊，所以恩山講咧係啱，恩山某程度上講嘢啱嘅，我冇驚啊，我相對嚟講，即係咧話如果判咗俾佢咁點先，係咪打起上嚟先？人哋就係利用個後著搏你打或者搏你唔打啊。你打又死，唔打又死啊！令到你，人哋個後著係咁啊！喂，咁樣，喂，我哋下次翻嚟再講。環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